在Win-Win， 就是这个中国城附近的那个炸鸡店。然后我们刚刚去买了这个，这是啥？这间叫做明茶，是这边的一个饮料店。然后它还蛮文青的那个感觉。然后我点了一个芋头波波。然后这个是他点的蒸奶，你点的是什么？黑糖蒸奶吗？没有，就是蒸奶。哦，这是连锁店吗？这边很有名的。哦，这边很有名的，叫做什么 ？Cova， 他们家蛋糕好像也有。哦，对，就这样 ，OK， 就是这样。我手机在上个礼拜去 COS 的店里被偷了，而且我才刚买一个礼拜。真的超级无敌傻眼，就是3万块就这样直接喷掉。然后我点了这个炸鸡 ，OK， 回家。今天是我来伦敦的第二个月了，虽然是第二个月，但是我好像还是没有就是到非常非常热爱这个城市，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也发生了很多很多很衰的事情吧。但听说今天是冬至，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去买汤，回家煮汤圆。我听说如果冬至还是怀孕的话就会怀孕一整年，所以我现在很可怕，因为我已经衰了2个月。这边的地方可能就是每次就是下去的时候都会有人在演奏乐器或者唱歌之类的，有几次我就听到那个那种电影主题曲的歌，我觉得蛮好听的。